我被人拍一下，这个要剃光头喽！我被人拍一下，真的剃光头啊？光头，真的剃光头，你以为我开玩笑？兄弟，真的剃光头，骗你干嘛嘛？你好了，别管他搞飞扬的头发。哎呀，不会啦，大人了，秃个屁啊！他巴不得，是啊，像牛，像那个牛毛一样厚，我那狗的毛都没有这么厚。钱。先分我一百，先我那买给你啊，你还用得咬不啊？又咬了，你看买啊。感觉好痒啊。我不要，不要啊。啊，拿回去，给他拿回去，再看你能卖多少钱，给他卖给他。哎哦，心疼死了，你给他掉吗？有点吗？不是，别搞掉地上了，少少再搞，太心疼了，这对吧？啊，那放地上，放一排。等会儿，你吹的门啊？没事。我都嫌弃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别浪费呀！哎呦，哎呦，要是光啊，这是让兄弟站起来，你光点。我都感觉好疼，因为疼有点痛，还是。大没用，拿了全部这些管没有？对。留几根吧。昨天两个晚上都没有热毛。是啊，剃光点。剃光点，还没剃干净。剃光点。喂，文墨，戴个帽，把你扔不拍，他把你扔，把我把你扔。三块二十五，25块就三块二十五块，三八两百不纠结，不那个不啊，他不管，不说二十五。这个没得。喂，这光头好凉哦。采访一下你，剪头了开心吗？我感觉分子多啊，太凉了。太凉了，凉的很。像个灯泡那么凉，现在我那桌就不用开灯了。小师傅。哎呦，这个帽子好看多了，你看漂亮多了，精神很。